室内装潢多么美啊！我仿佛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个场景哎，是我家不是我家了，家没有更好吗？但是有一点需要改正，就是那木头地板不好走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木头地板真的不太优哎，什么地板啊？不是奇怪了。我两天来谈过你家。不是。啊，这两万英尺怎么下去啊？哎、欸，我们两万英尺的高空。啊对哦。啊！你做一袋物件，你袂使叮当嘞。嘿嘿。啊！你若叮当哦，后果要自负哦。后果自负啊！这些什么物件，怎么对你那么重要？哦，这怎么对你那么重要？这什么东西？这阮某的物件。阮某的哦。对啊。阮某。叮当哦。哦哦。谁说我们不会碰的、啊？哎、欸。是什么啊？假粉刺的哦，好奇怪哦，这世界东西真特别。哎、欸。怎么又有一模一样的东西？牙齿哎、欸！牙齿？是谁的？原来这是牙齿、喔。他老伴的吧？他老伴的？哦，对啊。对，搞不好。好可怕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有神灯哎、欸。这神灯？对啊，神灯。怎么会神灯？他家怎么有神灯？啊，管他的！哎、欸，我记得我在电影里有看过这东西，听说好像是要托尼摩擦，就会召唤出蓝色的精灵。再看看好了。用力！哎，怎么没有效？没有用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再用力一点啦！再用力一点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用吗？还是没有用、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说要唱歌吗、哦？唱歌？唱什么歌？一不良摩擦。摩擦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又在叫我啦？哦，不是，你不是应该从这里面出来的吗？我在洗澡啊！你在洗澡？对呀、啊。哎呀。哦，不好看。奇怪呢、欸。我记得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三个愿望？对呀、啊。三个愿望。啊，那我要许愿，我要吃的。吃的？那边厕所。不卫生啊。那我要女朋友。这边任选一个。然后大家都很漂亮，都可以成为我女朋友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是你们有一个愿望吗？不是啊，你这样子。就没有满足我们的愿望啦！你说吃的还要到那边去挖，我女朋友还要挑，没办法、啊，你这今天不进，跑出我的理想型啊！那到底谁教你这样的？叫你导他出来，叫你怎么出来？阿拉丁啊！阿拉丁，阿拉丁，等一下，啊、我们刚刚是不小心许了愿望啊！我想许一个愿望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办？我还想许那个愿望，那个愿望叫做我还要一万个愿望，没有吧、啊？不是、啊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所以我们刚许愿望是先说出来。然后你准是阿拉丁，对，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他？现在就由王国斌老师带来的阿拉丁组曲。不是吧，我的愿望都你啦，你找他出来，什么主人什么的，切。
Thank you.